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王子邱胜翊日前出席爱心大来宾节目，推广公益爱盲白手杖，透露目前正在规划推写真书，笑称虽然拍摄尺度无限制，但仍无法接受全裸入境，现在每天至少花一小时健身。他得意表示，以前筋很硬，现在弯腰已经可以超过膝盖。已超过一年多没有戏剧作品的他，不想一直给人印象都是高富帅的角色，渴望在新戏中有全新挑战。透露从小就爱看《还珠格格》，不排斥挑战新工具，只要剧本好，为戏剃光头、喜剧扮丑都可以接受。而近来弟弟邱雨辰因演出电影《斗鱼》备受关注，邱胜翊表示很替弟弟开心，但没有刻意夸奖。私下我看到他为了电影做了很多功课，但不想让他太过得意自满，因为太多的夸奖容易迷失自己。虽然我们俩从出道至今也经历很多，应该不会发生这种状况，但还是要互相提醒勉励。王子手持爱盲白手杖推广公益，新世纪政和行销提供。